第四名是更换尿布不方便，对他根本不可能乖乖躺着，你硬要他躺，他就哭给你看，那怎么换？ 因为在很小的时候，他是完全喝奶的时候，他的便便肌肉是稀的，那尿布一拿开之后，他很舒服，突然舒服，他脚会的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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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像在打水瓢，啪的嘣，这样子。哎，好冷哦！穿好拖一定是一个最重要的。小孩子，如果你真的要让他躺着，让你穿尿布的话，其实有时候他会觉得他是被限制了。让这验菌爸爸帮我们示范一下。是零失败率的，好吗？这样就穿好了。 对不对？非常的服帖，然后5秒而已。怎么脱呢？跟它旁边这边有个虚线。然后呢，就把它这样子绑起来。这个尿布呢，是让全天下的爸爸呢少一点被骂机会的一个尿布。